欢迎收看《野兽战争模拟器》，我是江江。今天呢，这个第一个呢是沙盒游戏挑战模式，然后这个是塔防的挑战模式啦。我们来玩第二关，这个猪猪对抗霸王龙好了。直接开始那个，我们换一下东西。我觉得这个这么多只小猪，然后对抗一只霸王龙，我觉得应该是要加上火焰发射器。我觉得这个火焰发射器呢，应该是可以火烤一下霸王龙吧。全部加一下这个火焰发射器。哦，可以放大，再放大，啊，不行啊，这样子啊，这样极限啊，而且不能转到正面去啊。全部都给它装这个火焰发射器。OK， 然后我们再加个雷射啊，反正钱很多嘛。我的钱还有15000啊。全副武装啊，再给他放个火神机枪好不好？来，开始吧！我烧霸王龙，烧啊！加油啊，猪猪，加油！哦，他居然会发苦哎！他好厉害啊！哦，快快快，射他射他射他！哇，胜利！哦，是哟！哇哦，我们可以开始第二关是什么？第二关是要踢足球的、啊。看一下，小动物如何挑战你的这个。小的这个足球是这样翻译吗？好像不是这样翻译的啊。总之就开始吧。OK， 我们这一关是要挑战小猪猪跟狗狗啊。那我们就选择这个美格龙吧。美格龙，我绕一圈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它是80哦，对方是50，那我们现在是9，10比50，开始吧。我觉得我们会输啊！哦，进了！他们还有袋鼠啊！耶，我们获得一分了，冲啊！哦哦哦，凶凶凶凶凶！快快快快快，踢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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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踢！哎，快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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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快快快快进进进！耶！这个小的美格龙太 OP 了，来冲啊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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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球球球球球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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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哟，这个太简单了吧！小动物对小动物嘛，对不对？哇哦，第三关的耶，获得那个小星星 ，spend to。25 or less， 就是花费低于225的话，就会获得星星。Cool， 来玩第四关。第四关是什么 ？OK， 这个驴子跟猪啊，在这个农场上面，要我们去摧毁他们。冲啊！配上什么？我看可以配什么动物来对抗他们好了。我们的对手是驴子跟猪。我不错啊，至少有恐龙可以玩啊，对不对？恐龙的话有这个是什么？这好像是迅猛龙啊。然后这个是美格龙，美格龙小只的。这个 finback 是什么？长须鲸吗？这是不会吧？是这样吗？这个是剑龙，剑龙对这些小动物应该是 OK 啦，一只应该 OK 啦。可是这样钱花好多啊，算了。我觉得对付他们的话，应该有哎，没有鲨鱼啊？好吧，那我们试试看这个小企鹅。
我觉得小七人应该没什么胜算，算了。迅猛龙 OK 啦，对不对？三只就够了，来吧。哇、哦，扑过去，厮杀了。我有一次挂了，哇、啊，被追着跑了，行不行啊？那只猪很凶啊，我输了啊，那脚被咬断了、啊。好的，这个迅猛龙不行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换个这个，哎，这个美格龙 OK 啊，来来来来来，绕一圈，对不对？再一圈 ，Go， 冲冲冲，哇哇哇，已经飞扑，哇哦，哈哈，爆了，哇、哦，好凶哦，哈哈，哦，那只头不见了，哇塞哦。哎、欸，可是这次就没有获得星星了，可能是因为钱花太多了、啊。没关系，我们再一次啊，这次就先用一排就好了。这次我们来变换一下阵型，来美格龙，倒 V，OK，、OK, 冲啊！130，哇，这很凶哎、欸！哦，快快快快快，还有两只 ，Yes。超帅的、啊！耶，获得了星星啊，哈哈！这样我第一关没有获得星星，我再玩一次这个鸟的。这一关我们获得，哎，应该是说这一关都是小鸟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一样是用每个龙试试看。他们的阵型是这样长方形的，我们给他一个这样子，好不好？然后中间再一次，冲啊！这样咬得到吗？我觉得我们会死很惨，有机会吗？哦，有机会吗？啊，已经分出胜负了啊！我们小只的美格龙输了。OK， 我们再把这个清除掉。我们换什么小动物来对抗啊？可是我觉得是要大只的才有用啊。大只的这个是什么？这是甲龙，甲龙有用吗？这只500哎，一只可能也不太够、哦。Shark 要400块、啊，贵哦。啊，我知道了啦，它可以改，欸、不能改啊，算了。我以为它可以改那个血量，有没有？那是可以改什么？看看 ，Penguin 长颈鹿哦，这是北京熊 ，Giraffe 这是河马，大象对这个好像没有什么用。迅猛龙，来吧，冲啊，迅猛龙！哇，我们直接飞过来。喂、欸，我不见了！哎呀，哇，太惨了，我们死伤惨重啊，输了，不行，我要获得星星，我要用最少的钱来获得胜利，来吧，我们这次这个大只有用吗？欸、这蛇、欸，这蛇可以吗？这700块，这一只可能不够、哦，我来试试看，一只。哎呦，好饿，好饿哦！啊，头不见了！啊，直接 GG 了，真囧啊！哎，这个是什么翼龙？这翼龙没有用，要介于那种小只，可是又钱少。哎，试试看这个，他们是平行的，我们就给他。这样子 ，OK， 倒 V， 然后我们再加一个，看看还有什么 ，Penguin 20块钱，便宜的，好吧，20块的，倒 V， 然后再给他这样子，我觉得这样其实还 OK 啦，25:50嘛，应该有机会，哇，开始就死那么惨，
气了，气了，加油，气了！看一下我的血还多少？哎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！耶，有机会！哎，气了，剩七滴血。哦，胜利了，胜利了！所以这样配置还算 OK 嘛？哎耶，获得了星星了，一二三四五四都获得了星星。第五关呢？哦，这个是很厉害的那个企鹅，是国王企鹅啊，想办法把他们击败。OK， 我们来就开始吧。哦，一开始的钱就500块。那我们的企鹅呢，有这么多只。我们可以装这个，哎呀，这个是喷火，喷火的有用。我想想看，他如果用这个。用什么好？袋鼠 ，shark， 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、欸、有这个鲨鱼，哎、欸，我怎么又点到那个鲨鱼啊？400块、欸，只能买一只啊，这样会被围殴啊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美格龙，其实这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倒 V， 再一只，再一只，快点，点点点下去 ，OK， 我们倒 V， 这个喷火要200块，算了算了，开始吧。冲啊！哦，我知道，企鹅可以滑来滑去的，然后我的美格龙会这样子直接冲过去，有没有？然后就会扑空啊！哎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！哇，凶猛！追着他跑，追跑，追追追追追，快追着他！咬他翅膀，喂！我睡哦，睡哦！快，这边还有两只。哦吼！这跑太远了吧？往哪去了？哎、欸，我们觉得我们这次可能会输啊！他们这样滑来滑去的、欸，哦，爆头哦！快快快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为什么他爆头，他的头也不见了？一打一。太扯了吧！这样滑过去，快啊，快啊！哎哎哎，就给他跳过去哦！完全抓不到他了，加油啊！等一下，我是不是剩一只啊？他看起来。很吃力的样子，哎，那尾巴不见了。OK， 我们这个美格龙没有用，我们试看大只的，哎，大只的试看哦 ，Go， 哦，哎呀，那甩尾居然没有打到人啊，一只都没有甩到。嘿嘿，他在跳舞啊，这样行不行啊？快快快快！我至少踢到一只啊！加油！哦哦哦哦！哇，凶猛哦！啊！哦！滑过去了，再来再来再来！哦，啪！直接踩爆了，跟踩蟑螂一样。来来来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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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不行？喂，碰到也死。欸、有机会有机会，快快快，再一次再一次，哎、欸，跳过去了。来 PK PK， 为什么啊？怎么都踩不到、啊？快快快快！哎，挥个两次都打不到人，三次。哈哈，终于！哇，那黄色是洋芋片嘛？不是啊，哇、哦，好多洋芋片。
哇，获胜了，耶！哇，水哦，这一排都获得星星了。OK， 这个游戏呢，先到这边结束啦。